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对物质追求过多，但不热衷，对精神层次关注多于虚荣，是一个大美女，应该非常的荒凉。但是，作为一个从小特别能吃苦的人，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，我肯定能爬上去。这个小身板拍不动我，我天天从山上爬，山下爬，我就怕你扛摄像机追不上我。像我这种意志力坚强的人完全可以接受，没有什么任何问题。好，碎台结束。还有这个优啊，要吧，要瘦吧，帮，要瘦吧，帮进去，我就不怕，就是叫。先把箱子打开。可以翻你箱子。嗯，仔细点。好，可以翻吗？翻。是带了点吃的吗？没带，我妈给我。我妈给我塞的，我不知道。吹气你们也没用啊。嗯，然后因为山路比较难走，选几样你必备的，自己用篓子背上去，其他的我们暂时替你保管。必备的？对。哦，还有多久，哥？我死吧，我真走不动了，这才三分之一啊！你们累吗？我还提着箱子，我真的掉下去摔死。真的，谁有变形计不苦？我真的跟他势不两立。作为一个从小特别能吃苦的人，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天天从山上爬，山下爬，我就怕你扛摄像机追不上我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Can you feel it? Can you feel it?硬汉，准备迎接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了。